KPL 西施王 FMVP 青荣，怎样这边极限往后撤了一步，西施西施拉的这一手啊，弹到了这个大，应该是杀不死的，还没拨到，侧面点了一下，差了一点。西施这边闪现掉到了佩恩，来了，西施这一拉重不重？哎，中了，那两段拉应该是没了，再反蓝。其实拉，哎，拉两段，拉到姜子牙被秒了。老虎一直在上半区搞事情。这样子的话，一周压力就会变小。张飞一个大招也喷到了西施，西施闪现穿墙，以紫血是点原初法阵走了。那刘安一个人一打三肯定打不过，对，跑不了。西施还留着控制技能呢。人张飞大招也捆到了花海，可是自己家后排已经全死完了。玄影在进场，俺必须得把这个炮车清掉，但是被西施拉了出来。